学生曾做过两次人工流产手术，因此百病缠身，深知这是业障病，因此每日念佛，在道场做义工，为他们立永久牌位。后来因体力不支，无法继续做义工，现在念佛也不能摄心，学生想放下寿缘，祈求早日往生净土，应该怎么做？业障必须要化解。自己必须要真正改过自新。真的改过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你的这些冤亲债主对你都会尊敬，不会再来干扰你了。你有成就，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分享，他们的利益。如果长时间给他供牌位，念弥陀经，念佛号，回向给他们呢，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呢也能够回心向善，求生净土，这样最好了。这是他们非常感激的。最重要的是诚心诚意。你不能转境界，你是异地不虔诚。或者是你那个虔诚心不够。果然真诚的话，转境界是很明显的，也是很快速的。